男人爱你不深，你才会反复说这四句话，别不懂。一位读者留言说，我老公从来不主动帮我分担家务，每次都要说五六遍才肯帮忙。他说他是真的爱我吗？我说真正爱你的男人会主动帮你分担家务，不会让你反复的说一句话。他爱你，他知道怎样与你相处；他爱你，他知道怎么对待这份爱情；他爱你，他知道两个人要一起承担家务；他爱你，他知道他要疼你、爱你、宠着你。对于爱你的男人来说，你说的话就好像圣旨，你刚说完，他就会乖乖去做。对于不爱你的男人来说，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废话，他根本不听。女人，你要知道，爱你入骨的男人不会让你对牛弹琴，不会让你重复一句话。只有不爱你的男人才会这样对待你，才会让你心着急。男人爱你不深，你才会反复说这四句话，别不懂。一，你早一点接我。如果说男人深爱着你，那么他会准时接你上下班，他不会让你傻傻等着他，他不会因为别的事情而忽略了你，在他的心里你最重要了，所以说关于你的一切都是最重要的，他会一直想着你的事情，不管有多忙，他都会抽出时间去接你，去陪着你。可要是男人爱你不深，那么他根本不会把你当回事，你每一天都要对他说好几遍，你早一点来接我。有的时候即使你说了，他也不会去接你，他会假装没看见你的消息。二，你帮我拿下这个。爱你入骨的男人会围着你转，会以你为中心，当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会放下手里的一切去帮助你，他不会让你有任何不开心，他不会让你一句话重复很多遍，他想让你知道在他的心里你是很有地位的。而爱你不深的男人会对你很冷淡，不管是平时聊天还是有正经事找他，他都对你爱答不理。当你需要他帮忙的时候，你要对他说很多遍，你帮我拿下这个。你说一遍两遍，他假装没听见，根本不会回复你。你一直重复说着，他会不耐烦地帮你拿。他对你的态度一点都不好，他从来都没有想过，当他让你帮他的时候，你是多么心甘情愿。三，我们一起做家务。真正爱你的男人不会欺负你，不会让你感觉到累，他不会把家务都推给你，他会和你一起分担家务。每当你对他说我们一起做家务，他都会回复你说好呀。但要是男人不够爱你，那么他根本不愿和你一起做家务。每次你对他说我们一起做家务，他都不会理你，你喊不动他。你一个人做起了家务，他不会看你一眼，他会心疼。他的心里没有你，你只是一个过客，他和你在一起就是把你当成了一个保姆。女人遇到一个不爱你的男人，你要及时放手，不要傻傻的爱着了。四，别玩了，早点休息。爱你的男人不会让你担心，当你对他说别玩了，早点休息，他会乖乖听你的话，把电脑关机，搂着你入睡，他的心里装满了你，他会为你着想，他会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。而不爱你的男人根本不会在乎你的感受，不管你对他说多少遍别玩了，早点休息，他都不会有任何行动。他没有把你当成他的女人，他没有把你的话当回事。这样的男人是真的不爱你，他完全不需要你的关心，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多余的人。爱你的男人会在乎你的感受，不会让你多说一句没有用的话，而不爱你的男人根本不会把你当回事，你说再多的话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女人遇到一个不爱你的男人，你要学会离开，别傻傻的爱着了。